是不安，或是睡着，或是直觉，或是取巧，睡在体内种下哑巴，五脏六腑来喂饱。越想贴近你越难知焦躁，越呼唤醒你越分辨不了，明知被绑架已无处可逃，破蛹而出难道更好？一时间暖忘了思考，终究坠入洞穴煎熬，为何人在眷恋怀抱？你是光芒，我能否飞到？我该如何吻你？明明早已身不由己，错乱多少记忆，变幻多少身心，怎么愿意让你触碰蜕变痕迹？我该如何吻你？注定没有可能清醒，闭住眼是追寻，站着只是追寻那个结局，要你放手我才安心。蛰伏，或是啃咬，或是耳鼻，或是手脚，过于安静，蜷缩一角，似人似虫，谁知道？越想回应你，越开始动摇，越试图反抗，越沦入圈套。情话或退化造不出玩笑，破蛹而出多早算早，如果将这每分每秒当作敷衍里的讯号，从前进被替换掉，你是光芒，我能否捉到？我该如何吻你？明明早已身不由己，错乱多少记忆，变幻多少身心，怎么愿意让你触碰蜕变痕迹？我该如何吻你？闭住眼是追寻，站着只是追寻那个结局，要你放手我才甘心。